係咁㗎，好鬼衰㗎喎呢啲。好，咁啊，其中我想講 ，Yuki 今日現場都好多 fans 喺度支持你嘅，不如同大家再打個招呼先。Hello， 多謝大家過嚟新城市廣場呢個 TMG 嘅新歌巡禮，好開心喺度可以見到大家。我諗大家都好開心見到 Yuki 今日喺呢度啊！我想問一下，因為電視裏面嘅角色咁多啦，而家會唔會真係咧啊無端端喺條街度都會有人咁樣嗌你直呼其名，即係嗌邊喺劇裏面嘅名？其實有啊，有各種各樣唔同嘅稱呼啦，即係多多啦、少少啦、慢慢啦，都會有人嗌我。不過有陣時咧都幾尷尬，因為有陣時我翻工咧，我又會拖車翻去，跟住咧我就係、是、正正就係今朝。因為我冇化妝咁樣上咗架車，跟住我又會用我啲美容儀去修面啦，咁我就一路望住路人咁樣喺架車上面修面，跟住個司機話：你係咪慢慢啊？咁樣跟住我就啊，我係啦，俾人認得咗，跟住就啊，我化妝啊，咁樣勁搞笑。係啊，你要接受嘅人生從此係有呢個變化。冇錯，要你唯一嘅私人世界係企鬥入面咯，都係要翻公司先好做呢個美。但都是繼續在公眾場合做這件事的，純粹就是不要在車裡面，因為很趕時間，那是的，那是的，時間都可能要休息一點點。今天剛才講到將會有新歌要帶給大家，不如跟大家講一下這首歌。好，我這一首是第二首派台歌，歌名就叫做《日落時》。這首歌的主題其實就是講時光轉變，一個人在人生的路上，你可能會經常會經過一些地方，即可能你家樓下你上學的那條路，你會覺得那幾年你很理所當然地你就會經過這一條路，但是你就會發現哦，原來你隨著你的年齡慢慢長大的時候，其實周圍的風景在你不知不覺間其實已經是變了很多了。其實這些東西是慢慢可能流失，慢慢地轉變，而你是未必會在那一刻即刻察覺到的。而且今天都是適逢父親節，所以我就會想將這首歌送給那麼多位爸爸，就是帶給那麼多位爸爸，就是我們會記住由 BB 開始長大到現在的回憶，全部都是記載在我們心裡面。是的，你真的很適合聽，尤其是我們的父親節這一天。因為劇裡面的角色讓你在街上都會隨時隨地被捕捉，會不會在音樂上面都有這個期望，希望自己的歌呢無緣無故走過不知道哪裡聽到，會不會有這個期望？我會當然有這個期望，我想應該是每一個歌手的夢想，真的可以聽到大家翻唱我們的歌，或者是有時候可能經過一些商場，咦，這麼熟的這首歌，原來我自己唱的，都會很開心。所以把握今日嘅呢個機會，將呢一首歌推介俾大家嘅。喺呢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將舞台預備交俾 Yuki。俾掌聲同歡呼聲 ，Yuki 先。
再次，我哋多謝曬 Yuki， 多謝 Yuki。多謝，多謝咁。